去日本那个征兵的时候啊，处理的书香书籍啊，每个月都来家访他，来看他，还有点感动说，这些书香书籍都付出，都无所求，很用心的在照顾他。去环保厂心里都不一样，都很充满，很快乐。是过吼，一段入来，住去的时候，喏，伊一挂迄个坏习惯啦，像讲跋筊啦、食薰啦，啊，伊全拢直接改掉咧。我安做一张，啊，我感觉讲这无代无志，这油水，这我食十几张的油水，千几罐的油水，安尼那样样，我袂去食着安尼。上年都有一句话，足活足深刻的想讲。如果人生是无常，但是在呼吸中一秒间，你若过未了这一秒间，咱人就往生的呀。啊，咱是啊，咱若好好人唔去做。我们一早上差不多六点开始回收啊，收到我们的林雄乡有五个村落，哦，一单的回收。这七年当中，每个礼拜哦，我从来都没有休假。啊，一路上回收真的还想啊。开环保车真的很高兴。